哦，我选一个打野，我这边要掏出我那个男人了。你们知道注水吗？注水，你们知道吗？注水是那个老师。主播不是说原名那个的 loser 吗？哼，我这个觉醒二算是小 loser 而已。好轰开啊！被狙死，应该是无完无休啦吼。没伤到啊！仁慈，战场上不需要仁慈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。死了吧！正在被攻击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。哎呦，牛起来了！看原皮真的是感觉很废，怎么讲啊？当然是别的皮早就偷到了，觉得不爽了。No！ 哦，我完了啦！我是鲁蛇，我是鲁蛇。哎、欸，哇！他不抓这只迪克牛仔，来抓我，输500，还行。哥哥，等下就一口气给他追回来，别怕，我要认真了，这是他们逼我的，想说要做个效果。哎，不知道转手为攻，受不了了。输500，还行还行，哥哥等下就一口气给他追回来，别怕，一样输500，哥哥他一口气就追回来。形状开太早了，我以为他那一拍差不多了。哎呦，西班牙啦！哎呦，吵起架来了！别怕，各位，但这把已经跟我没关系了，但是你们是最棒的。谁都挡不住我。
哇，把脾气发泄到我身上啦。我没制裁啊，各位 baby。哎呦，丢起来了！一三六直接打乱节奏，这把这波跟他没有关系，为什么骂他？超尴尬的，这什么？看看什么？好起架来了，看呐、啊！我靠，他叫啥？啊！操作起来，靠你啦！噗噗噗噗噗！哎呦，什么？看见大二半有人出事了！完啦，迪拉克！
大凯局可以制裁到吗？你是生徒求求我了，那不就没办法制裁到啊？你来制裁看看啊，他妈喷晕飞进来我就倒了，我知道怎么制裁。我们怕被趴伤，你知道吗？怕被趴伤，然后抓掉就没了，所以我宁愿吃凯撒。这个局不要相信他。睁大眼睛看呐，这是我的觉醒日。哇，好累哦。